夜店无真爱，哎，有点意思。哎，你干啥？哎，我没看完这词啥呀？哎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两位大哥已经找到真爱，他挂着干嘛呀？哦，想看啊？那里面看去啊？哎，哎，那里面有真爱啊？哎，这有点意思。哎，啊，夜店可以有不负责任的性生活，那我试试吧。夜店，真爱。 帅哥，第一次来呀？啊，对，第一次来，过来放松一下。<笑>那你就来对了。啊，哎呀妈！经理，这帅哥是谁呀？这是一个新客人，别说我不知道你，别跟他客人。放心吧。哦，服务员。哎，你喝点啥呀？ 你需要点什么？有啤酒吗？有百威，红酒小麦，你要哪一种？啊，好嘞，这边。哎呀，哎呀，这海呀，哎，美女叫什么呀？等了，大叔，想泡我？来，没有。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包到底是不是 A 货？我昨天去专柜验货了，还有那香奈儿手表也是 A 货。你给我滚！你听清楚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好男人多了，今儿我就在夜店给你找一男朋友。我告诉你，以后老娘不伺候你了，再也不给你丫当小三儿了。
不好意思，帅哥，我喝大了。没事没事，幸亏你扔的是手机，酒瓶子我就挂了。真贫，怎么称呼帅哥？我你都不认识啊，不常来本色吧？我先出去忙啊，有事找我，玩得开心。怎么了？那混蛋又跟你吵架了？哎，不重要了，我刚刚艳遇了一帅哥，我看。梁子，哎呦不错呀，他可是本色的小王子。你知道别人都怎么传梁子吗？嗯，怎么传？不认识梁子的人，人生是不完整的。咱们就是一老处女，说是上司，他成天啊打着上司旗号，他妈调戏我们这帮员工啊，吃我豆腐。我跟你说，我28岁了，我绝对是处男。我跟你说，红色不起，绝对的，那必须的。来，喝酒，为了你这个老处男，干杯！不能再喝了，再喝回不了家了。有我啊！那你跟我回家呀？都这么说的吗？夜店里的那个喝酒聊天，回家睡觉了吗？就，不是吗？嗯，你看，思彤别走啊！你别走啊！思彤。谁？哎呀！慢点！你不刚才四海帽子用吗？哎，是你啊，不好意思。那这里是女神禁区，这还熟人呢。不好意思，请出示女神卡。是啥卡呀？顾客上帝，你不知道我消费了。恕难从命。这摸让我进去。不好意思。不是你啥时候能好意思？我告诉你，不这么轴呢？你们这人呢？怎么了？哎，梁子经理。你先去忙吧。怎么了您？你经理啊？啊，酒吧人都这么轴呢，我怎么就不能进呢？我怎么就闹事呢呢？我李文俊、张小宁，你们认识啊？好久不见，同学是。啊，那认识，那行，那你们聊。啊，没事没事，怎么了你？有病吧，他这人呢？啊，一边聊会儿，走，没事。这夜店吧，你看是有文化的啊，这里面三教九流，有流氓，有导演，有大哥，还有土豪明星。他们来这儿有谈生意的，有聚会的，发黄发泄的，总之基本上来这儿嗨的目的都一样。你以为这什么地方呀？红灯区啊？那这里那女的，她也不能因为有钱有范儿就有追求吧？他们不是经常说那个？他们说的都是屁。啊、本色春咖了，你进来那会儿没看见标语啊？没看见啊。国际啊，艺术啊，品质啊，尊重，懂吗？你小子夜店玩多少年了？十年了吧？啊，那老同学，你帮帮我呀！我也想追女神，我想释放一下。刚才梁子说的话你没听懂是吧？你没听懂是吧？你没戏。哎呀妈！你别琢磨了。老同学，你帮帮我呗！我就喜欢刚才有一个那个就。你喜欢哪个呀？里面五个人呢。五个美女啊。五个女神。哎，女神。你喜欢哪个呀？这么多呀？啊。我就喜欢刚才有一个。哎，个子高高的，这头发飘飘的，走起行。你真的，你说话能别这么骚吗？你瞧不起我你？不是，为什么叫女神啊？我给你上一课啊，听完以后，乖乖的回家啊。你只要告诉我什么叫女神，我喜欢的是哪个女神，我立马走人。行，啊，听好了啊。Coco 香艳女神，身材爆到极点，
传说被他带进酒店的男人们没有一个能坚持到他把衣服脱光的，最高记录也仅仅是看到内衣就不行了。小西清纯女神，浑身上下都是白色，对爱情拥有绝对纯真的要求及幻想，至今是处女。最要命的是她唱歌跑调，却总是自我感觉良好，唱得用情，男人们只看她不碰她。杜丽文，睿智女神，会八国语言，头脑聪明，没毕业啊就已经有过亿身价的她，让所有追她的男人们都望而却步，因为文化思想从此差异太大。美环，真爱女神，裸模出身，后不做裸模被包养，在被包养的金主那儿遭到抛弃后，一度视男人为敌，后来呢在一个甘心为她跳钢管舞的男生身上找到了属于自己的爱情，并且呢高调声明找到真爱。莉亚，极品女神，性感漂亮，人见人爱，工体所有的夜店都有她的包房。这就是女神禁区的五大女神，明白了吗？不是你这类人能接触的。怎样？谢谢菜吗？别逗了！不公平啊！凭什么老天爷啊？你给我一个闺女！哎，老天爷显灵了！李文俊，莉亚，跟我一起去吃夜宵吧。今天算上你，一共见了俩老同学。两个、嗯？还见到谁了？咱们班那富二代张小明啊。小明在本色见的吧？你咋知道的？经常去呗，只不过前一段时间刚刚结了婚，时间没上去。谁呀、啊？你结婚了？哎呦，太幸福了！怎么样，玩得开心吗？啥开心的，让人给轰出来了？那里边说有个什么什么女神禁区，啊，里头小妞说还有五个女神，我今天就遇到一个特别心仪的女神，哎。是这个，就是她，就是她，就是这个女神，极品女神莉亚，你还真会选啊！哎呀妈，她叫莉亚呀！哎呦我的天哪！你先回家吧。那行，那慢点开啊！等我电话。啊，慢点开啊你！啊。我叫李文俊，在一家设计公司工作，北京漂了五年，现在依然还在漂。没钱没房没车，更别说交女朋友这种奢侈的想法。在公司被老板压榨，同事们也笑我土鳖，我觉得我才是一个活着没信心，死了没决心，爱情又一片空白的极品屌丝男。说了你也许不信，到了现在我依然是个处男，不是不想谈恋爱，恋爱需要资本的，现在的我能给另一半什么呢？北京啊，我真的流泪。文俊，晚上来他本色，带你去见女神姐姐，帮你追莉亚。他原价700多，很卡。哦，哎呦呦，来了，就是他呀。哎，长得还挺白净的啊，就是不知道有什么本事。本事，挺可爱的，就可惜啊，目标啊太不实际了。几位姐姐好。哎，来了文俊。哎，小宁啊，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啊。这位呢就是我们的香艳女神 Coco。 哎，好像清纯女神小西。哎，清纯睿智女神丽文。哎，太美了。哎，几位姐姐好。哎，还有个真爱女神吗？我就是真爱女神啊。啊，你真爱女神啊？怎么，难道不够女神吗？啊，不，你可神了你。我啊，原来你是女神帮子。天哪，不知道。对啊，那个几位姐姐给你们问安了啊。这回你知道我为什么知道那么多女生的故事了吧？要有内幕吗你？走，我们步入正题吧。哎哎，来，文俊，告诉我们你干嘛？我叫李文俊，今年28，我想追莉亚，把她带回家见见我老妈，然后我会给她幸福的啊。然后呢？然后没然后了。
文俊同学、啊、你从事什么行业啊、嗯、年薪多少、嗯、开什么车，老爸是谁啊？我是一做设计的，每月5000，老爸是工人，我现在没车。天哪，美环，他疯了，你也疯了吗？这不整个一个穷蛋蛋加屌丝吗？你指望他给莉亚什么样的幸福呀？我看呀、啊、美环姐是不是结婚太幸福了，忘了咱们女神禁区选姑爷的标准了。这个行业是可以转换的，这个钱不够我可以再赚嘛，没车给打车坐地铁嘛，这北京多堵啊，这空气又不好，雾霾的，咱别给北京添堵啊。那个我其实就是想请几位姐姐帮帮我，我想追莉亚，即使付出任何代价。任何代价？臭小子决心不错啊，不过想让我们帮你可不是动动嘴皮子的事啊。我们呀能给你的帮助也不多，毕竟呢莉亚姐的心思我们也琢磨不透的，我们也只能尽可能帮助你。哎呀，谢谢了，感谢了。高端大气上档次你来不了，低调奢华有内涵你也不行，你说简约时尚国际范儿，奔放洋气有深度，这都不适合你。那怎么办？低端粗俗甩节操，土鳖矫情无下限，这适合你。不是美环，你看他这，别闹了。反正不管怎么样啊，我还是谢谢小宁跟美环带我见几位姐姐，只要给我一次正面追莉亚的那个机会就行，不管失败与否，我无怨无悔。臭小子，想让我们女神帮你啊，你先表表决心。我看啊。你先剪个头发吧。啊，剃头发？从我认识他就这个样子，有10年了吧，剪头发等于要他的命。这都不行啊，就这样还想追莉亚呢？那我想想吧。哎，文俊，文俊别走啊。文俊，你看你们有这么开玩笑的吗？人都被你们吓跑了。怪我吗？现在的男人啊，想追谁就追谁，诚意呢？看来啊，人家也是有节操、有下限的。喂。喂，莉亚，你来接一下吧，他在我家楼下堵我。好吧。那我回家换套衣服就过去。哎，我说你啊，好歹也是个大哥，怎么遇见他你就……他说我是他这生的真爱。真爱？哪有真爱啊？你想好了吗？快动手吧。怎么是你？不能是我吗？你就那么缺男人吗？一天到晚搞个什么女神帮。同样是女人，我觉得你挺可悲的。爱不是强迫，是要相互自愿。莉亚，你来了。张爷，那个我也开车来了，在地下库呢。莉亚，马赛本色间。上本色间。
你赶紧找着女朋友吧，天天咱俩这样互相帮忙到什么时候啊？你找到真爱，我就考虑。考虑什么？啊，你们女人啊，刚难琢磨。你刚才不是跟她吵架吗？女人再怎么斗嘴也不会上腿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女人永远都是弱势群体。随便吧，随便吧，请便。行，放心吧，我一定会努力的，不会让你们失望的啊。文俊，我们是第一次联手帮一个你这样的人去追极品，你不要半途而废啊。别到时候我们决定帮你，半途被我们吓跑啊。怎么可能啊，你们四个这么美，怎么还能被吓跑呢？你不会吧。你们干嘛呀？改造你。想你蜕变，就要先玩通夜店。小宁会第一周每天都会带你去本色，他会带你认识梁子、甜甜以及他身边的那群小伙伴，会让你学会喝酒，学会逗女孩子开心，还有最好有辆车，最好有个性点的。第二步很简单，从今天起住到我家，加强定力，不要在夜店见着姑娘就上床，在追到女神前要保持你的处男真身。记住，最过分只能跳个贴身舞，敢背着我们跟哪个姑娘搞上，小心我们剪掉你的小弟弟。你要学会唱歌，唱情歌，唱让女神都能动情的歌。一周的白天我会占据半天的时间，保证你能上台表演为止。最后我善后，让你的思想层次和文化知识上点档次。学好文化知识还不够，要深度了解夜店文化，尤其是北京的夜店文化，别被人总当土豪。最主要在本色你要有一个新的名字，最好是英文名，就叫 Mark。 Hello 大家好，我是玛格丽，希望 Say Yes 送给你们，希望大家在本色玩得愉快。Hey, hey, hey, yeah. 主人把我重新礼拜 yeah. 同意
不给我们，谁让你总是交也不给我们的。你知道吗，最近的邀请卡呀都是来冲着你的，结果你不在，都是一些土豪富二代流氓恶心。你还有着钱上的吗？田少是优质，不过我每次啊都是冲着烈饼来的。女神好，我叫李文俊，可以叫我玛格丽。小帅哥，刚刚台上好吗？喝一个先。好啊。哇，09年的拉菲啊！哇，今天好幸运呐、啊，美酒配美女啊。懂得还真不少，一套一套。你就是在本色唱歌的吗？我主要的工作是影视公司的艺术总监跟音乐总监。哟，还搞艺术的。怪不得歌写的那么甜，谢谢这歌你写的？对啊，我作词作曲啊，我要很多的好歌，改天唱给你们听啊。我叫丽，哇，这几个是我的好姐妹。好，臭臭，你好，小西，嗨，杜丽文 ，Hello， 美环 ，Hello， 哎呀，太好了，今天我真是太荣幸了，应邀能够参加咱们那个女神禁区，我可以请大家吃个饭吗？吃饭？吃饭怎么能少了我呢？哟，田少，好久不见啊！有我们丽亚姐的地方，怎么可以少了我们田少呢？嗯，这位是咱们新朋友，没人给我介绍一下？介绍一下，这是田少，工体大少爷，这是马克里，啊，你好，本色小王子，你好，本色小王子，对，看你特别眼熟，你是不是也在加拿大留过学？哎，田少，怎么着？现在对男人感兴趣了？我说田少怎么最近没有女朋友呀？原来 case 的变了，哎，我再也不对田少抱任何希望了。你们就查我吧，这不是新朋友吗？聊两句天。佳爷，怎么一个人在外面啊？离婚造型了。你不是喜欢长发吗？我偶尔戴一下。哎，里面那么热闹，干嘛不进去？喝多了。安静安静。嗯，不过在外面也挺好的，就你跟我两个人，还蛮浪漫的嘛。我喜欢。你到底怎么想的？我没怎么想啊。我又哪里好了？你哪里都好。今天很开心，你们回去吧。我送你吧。我让司机送你吧，要不然太不安全了。对你俩在一起才不安全呢，看你俩那眼神。眼神怎么了？两只狼要吃羊。你都喝这么多酒了，别开车了。要我打车送你吧。不用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哎，你的戒指不错啊。不管你从哪冒出来的，我希望你明白。我明白什么呀？你说。差距。我不明白。你也是我的，别跟我争，一点戏都没有。不到最后，谁也不知道丽亚是谁的。文俊，哎，你现在火了呀啊！嘿嘿，小宁还不错吧，表现？可以啊。慢走啊。喂，帮我查个人。就我这么愿意伺候的，哎，慢点儿，
真的喜欢你，真的喜欢你。那我们今天就是米煮成熟饭吧。宝贝，你不要走，不要走。Everybody put your hands in the air.看什么看啊，大叔，你走错地儿了。大叔，我像大叔吗？你有病吧，这是女厕所。哪儿他妈写女厕所了？宝贝儿，我怎么听有男声？今天他妈女厕所，两位送我吧，送我出去好不好？哎，你他妈谁啊？认识你吗？我他妈谁啊？哎，他妈让你看看公鸡的小俊哥！你干嘛呀？你干嘛？别客气，这有病吧？啊，脾气他妈有没有人啊？啊！你看，傻逼，你给我滚开！你别碰我，你大爷！哎，小俊哥，外面有客人找您。谁呀？你看摄像头没有？带录像的。您是想把事闹大呢，还是想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呢？你狠，你他妈给我记住了！这等着，没事了，你们俩安全了。以后那个有什么事情喊保安，本色的服务是很到位的，不会让客人受一点委屈。你们玩得开心。嗯，拜拜。好帅啊！帅什么呀？都闹成这样了。英雄，我告诉你，我爱上梁子了。这次我人生可终于完整了。他可是夜店小王子，爱上他你能幸福吗？我不管，反正比那 A 货禽兽强，这次我一定要把握自己的幸福。宝贝儿，该起啦。嗯，再睡一会儿呗。你睡什么睡你？你睡傻了吧你？哎呀妈，Coco姐，你怎么有钥匙呢？你咋搞了没？搞什么搞啊你？这是我家，是我借给你的房子。啊，哎呀我去，你们一天天都这么喝，感觉你们不上班是吧？哎呀，好了，该起了。今天可是莉亚的生日啊，是你表现的好机会哦。哦呦，对呀，在哪儿啊？在朝玉会所，是田少订的房。礼物准备好了没有？准备好了，你放心，绝对独特，干掉田少。什么礼物呀？不告诉你，咱是保密。行，小子，我下午要见两个朋友，咱晚上纯 K 见，好吧？又见呢？嗯。姐，第几个了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不是，可可姐啊。你有没有想过把这个程序反过来一下，也许你能找到一个坚持的呢？你个臭小子，别人占我便宜怎么办？不负责任怎么办？不是，你看啊，大家都以为这女神吧高高在上啊，不可亲近，但我了解你们之后，我发现你们人都真的很好啊。你说完了没有？啊，说完了。快去给我洗澡。嗯。喂，干嘛呢，周周？没什么干过。今天我要去你家吗？他还在门口堵着你吗？不用了，他就在我床上。哟，在一起了也不告诉我一声。昨天喝多了，断片，记不得是发生什么事。少来，别做让我瞧不起你的事儿。大男人睡了就要负责任。我没干过。负什么责任呢？跟我就别装了，咱们俩谁跟谁呀？今天晚上带轩来参加我生日 party 吧。今天的事不要跟人家说啊，我在本身没面子了。OK。知道了，回来见吧。
里走。看来你也不行啊。不服不行啊，你做这是为啥呢？我也苦恼呀。就没有一个男人能坚持到你脱光然后再跟你上床？每次我脱到这种程度男人就不行了。香艳女神，名不虚传啊。那有钱啊，你随便拿。不用了，我不缺钱，我缺的是真爱。真爱我有啊。哇，这工体这边还有这么棒的会所。这是我朋友新开的，你不知道正常哦。亮，我给你介绍一下这特色菜，潮玉老鸭头，大展宏图。那个是服务员，你给介绍一下。你好先生，这是我们会所近期研制的新菜品，这道是富贵石榴虾，这道是爆汁扣花椒。田少，你对我们丽亚姐这么用心啊，那我们呢？几位女神姐不会少你们的。把酒上来。这是我找朋友从美国订的几款红酒，一人一瓶。要不然咱们先喝一点。还是先送礼物吧，过生日最嗨的就是收礼了。对，来来，快把礼物拿上来。哎，两个大帅哥，你们的礼物呢？丽亚，这是我第一次给你过生日，今天晚上啊，我把本色的董事卡给包下来了。今天破例买个土豪香槟局。多少支香槟啊？100支。哇！丽亚，生日快乐。哎，丽亚，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生日快乐！我说在隔壁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？原来莉亚过生日啊。哟，怎么是你啊？怎么不能是我呀？你不是消失了吗？不是又出现了吗？有什么事儿吗？哎呦喂，这是谁呀？田少怎么也在这儿啊？还追着莉亚吗？是啊，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这么多年还没追上，太逊了。这女人谁呀？在莉亚没有来之前，女神禁区是由她掌管的，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消失了。哦，是上一任极品女神。错，我不是什么极品女神，告诉你们，我在苏荷酒吧成立了一个新的女神机构，这几位都是我培养出来的。北京夜店的姑娘就这样呀？怪不得林大姐只去咱们那，真明智。对不起，今天是我的私人聚会，不方便接待外人，请出去。臭娘们儿，别逼逼！再他妈不出去，我叫保安了啊！哟，想不到现在极品女神身边多了这么多条狗啊！不错不错，千万挺住，游戏才刚刚开始。话说完没啊？说完赶紧走好吗？我们没那么多菜招待你们。今天我们只是来打个招呼。莉亚，没想到你品味降低了这么多。不送。那想的谁呀？叫他妈什么马克里？有点意思。我要你帮我安排跟马克里还有田少见个面，先把这个小宅男搞定再说。哎，莉亚，你没事吧？今天没事。放心吧，我在不会有事儿的。我谢谢你啊，咱能别找得跟黑社会一样吗？哎，你们两个好像是不是有什么过节？之前我还不是女神，也不认识偷偷和小西他们，是琳达把我带进来的。后来因为一个男人，一切都变了。哦，那方便跟我说说吗？
瞎问什么呀？问了你也不见得懂。他叫阿辉，是工体这片有名的 DJ。他想找我上床，结果被我踢碎了蛋蛋。够狠的。那后来呢？后来去了医院，医生说废了，无痛小太监。那这个男人该不会是琳达的男人吧？是琳达最爱的一个男人。那个 DJ 离开了北京，听说去了美国。琳达疯了，结果琳达也消失了。为了一个搞破鞋的男人，这至于吗？爱情这东西谁能说得明白呀？好了，讲故事该结束了吧？刚刚没做的事是不是？对了，两只礼物，谢谢两个帅哥。莉亚，生日快乐。生日快乐。啊，嗨，我这个戒指是我自己做的，我觉得生日礼物应该特殊一点。真用心啊，自己做的。嗯嗯，对。可以啊，小王子。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不懂吗，李文君？你们在说什么呢？什么意思啊？莉亚，知道你旁边坐的人，他就是一骗子。住口！不许你说文俊是骗子。怎么，敢做还不敢让人说呀？我调查过了，李文俊，纯屌丝，小处男，月薪5000，特想拍电影。你要知道，这素质，真不是一天两天能累积出来的。既然如此，也没必要再瞒下去了。对，田少说的对，我就是一屌丝，我是极品的，但我真的不是想骗你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莉亚，所以才找四个女神姐姐帮我的忙。其实我知道，我再怎么努力，我再怎么改变，也无法进入你们世界。李文俊，你是怎么答应我们的？你是想当逃兵吗？祝你生日快乐。这就对了。田少，谢谢你。不用谢，我只是不想让任何人骗你。谢谢你让我看到了一个愿意为我改变的男人。莉亚，莉亚，你去哪儿？莉亚。莉亚，你生日过完了？嗯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回家吧。这么弱还敢说追我？没脸追你了。其实田少说的挺对的，我就是一个屌丝是吗？对，极品的，风一吹烟消云散。谢谢你为我剃光头。那追女神不得有点诚意吗？况且我觉得守护女神剃个光头很有气场，真的。其实小宁跟美环上次跟我说你名字的时候，我就关注你微博了。我觉得你很多文章写的都很好。9月22日，我遇到过坏的人，但在我一生当中，遇到更多的是好人。9月25日，有棱有角的毛病在于，很多人都可以随便来啃你。9月27日，我以为我会涅槃在夏天里，结果我发现，原来是我病了。昨天，我是一个恋家的孩子，我的爱好之一就是待在家里和家人们在一起。只要在家，状态就是好的，什么问题都不是问题了。这也许就是我太爱北京的原因吧。莉亚，你知道吗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女神，但是你是与众不同的那个，所以越了解你，我就越爱你。那个卡地亚的钉子真是你做的？那墙上画的好漂亮啊，咱们也画一个吧。啥呀？
那是什么时候？等我真的爱上你的时候吧。哎，我有点饿了，你饿吗？饿，刚刚什么都没吃。哎，那我们去吃好吃的吧。吃什么呀？望京小腰。喂。这就你说的望京小腰啊？尝尝来。老板，快点啊！能吃吗？尝尝。嗯。怎么样？嗯，还行。以后经常带你来。你以后可不能再骗我了啦！我发誓，我以后再也不骗你了。你很讨厌被人骗吗？当然了。每天穿着这极品女神的外衣，听着各种这样男人的花言巧语，早累了。那如果有一个人伤害你之身，你会原谅他吗？不可能原谅他。我说的是，如果假设。如果你说的如果发生了，全世界的人原谅他，我就原谅他。莉亚。生日快乐 ！Happy birthday！ 来，别上，我陪你喝。四，在我这儿逆袭。快吃点早点吧。哎呀，不去了，我跟婷婷姐先回家了。晚上店里还有活动，还要早来。再说了，那边不是有人等你吗？让他陪你好了。连一周不累吗？不累。你说我哪儿好啊？让你这样。你让我人生完整了，够了吧？够了。真没想到屌丝逆袭这么厉害，早知道就不培训他了。我就说嘛，原生态无敌。不过有一个问题，你们说琳达和田少能放过他们俩吗？你们忘了莉亚姐有个表哥在宫体也很有实力了吗？娇颜，谁敢动他俩呀？不是动他俩，是动一个。谁？李文俊啊。海金，你出去等我。我在门口等你啊。哎，你交代我的事，看一眼吧。骚货，贱人，不要脸。消消气。为这种臭娘们生气不值得。我交代你的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酒店有针孔摄像头。丽啊，这就是我补给你的生日礼物。进来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叫他来的，怎么了？没什么事儿了，先出去吧。小俊，出去把门带上。哥，别生气了，那有什么好的？你懂个屁呀！那就真爱。就你给我那些照片，虽然揭穿那屌丝，但是也给他和莉亚创造在一块儿的机会。你让我怎么感谢你？别急呀，好戏还在后面呢。只要我们大家合作愉快，你可以得到你的女神，我也能达到我的目的。屌丝是不能逆袭的。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。那成功了要怎么感谢我呀？手术费你别担心了，我会想办法的。我没有用，跟我去趟 VIP 吧，把你和莉亚的事情说清楚。我还不去呢，我很难交差啊，给林丹。那是你的事儿，跟我没关系。你他妈傻呀！你跟他把事情说清楚以后，我他妈就不找莉亚的麻烦了。你们说的话能信吗？一场带人讲的他妈是信誉。啊？你说的？没急事能找你来吗？自己看吧。这儿是怎么回事？这照片我一点也不惊奇，早知道这骚货会派人跟踪你们，还是防着点吧。这几天我会寸步不离文俊的。那请问文俊现在人呢？姐，我想整容。你要整哪儿啊？割个双眼皮，开眼角，我想要大眼睛，鼻梁也要高一点，还有这里好大，我想把这里磨掉。为什么要整容啊？因为我要拍戏当明星啊，姐帮你啊。真的，女王大人，么么哒。嗯，我揍你一顿。又来。莹莹，先出去玩会儿，随便点。好啦。什么意思？很简单，找你聊天喝酒。我不是来喝酒的，有事说事。那好吧，你不是一直不想让我找莉亚麻烦吗？很简单，把桌上的酒全喝光，一瓶都不剩。当然我也不会让你白喝，喝一瓶给你100块钱。那我要不喝呢？不喝不喝，那我以后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，可不能怪我。为了一个阿辉，你至于吗？少废话，你的蛋还有，没一个试试。行，我喝。钱我不要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不许找莉亚的麻烦。痛快，我陪你喝，省得别人再说我欺负你。还关机？估计没电了吧？他没大脑的。这情形有点不太对呀，就没有什么办法能找到他吗？真着急。我都不急，你们一个个的急什么呀？你们是怕你难得遇到个好男孩，还没怎么着呢，成别人的宠物了。怎么是你啊？好无聊啊，又不是真的。你觉得这种男的是我的菜吗？拍完了快出去玩去吧。那我什么时候能拍呀？
等你考上大学再说。那这个我能发出去吗？随便发，去吧去吧。真的？真的。走了，去吧。你别乱说啊，小帅哥不会这么做的。我不会乱说的，你们平时对我那么好，总买酒资助我。我之所以过来告诉你们这些，是想要来报恩的。哦，对了，我这里有照片，想不想去，你们自己选择，我可以带路。司彤，谢谢你带我去。是带我们去，这事儿我们也是参与者，这孩子是我们培养出来的。就是我们家的东西最后他都用在琳达身上了。大家都冷静点，事情还没有查清楚，也许文俊去找琳达谈判了呢。我觉得我们还是先去看看再说吧。妈，我要喝奶。哎，这有什么呢？我衣服呢？要逃跑呀？不是，太阴了，我还处男呢。搞清楚啊！是你喝多了，把我按到床上，然后上了的我，我还是受害者呢。那我俩发生啥了吗？你说呢？我的妈！谁呀？这男朋友还是个处男啊。不是丽，这不是你想那样的。我本来想让他别找你麻烦，他把我灌醉了。我没有。你说这话我一半信，你喝醉了我信。他陷害我，他害我。李文俊骗我有意思吗？丽啊，不是丽啊，我小子会玩是吧？我没有。会玩是吧？我没有啊。李文俊，你个乌龟，一个王八蛋！哎呀，去死！去死吧！我没有。李文俊，亏你还让我帮你，以后别说我是你同学。刘同学，美华，闭嘴！我不，以后永远不要出现在女神禁区。你们误会了，真误会了。昨晚做一宿噩梦，早上起来旁边抬你了吗？这娘们酒量太他妈大了！我真没有脸，我没有。小帅哥，还不错啊。啥活好啊？我也不是干装修的。丽雅，我是留给你的。我他妈衣服给我藏哪儿了？分开已经这么久。你的消息我都没有，我们的爱回到原点，过着没有你的每天。抽屉里装满我们从前旧的照片和明信片，多看一张我的视线就模糊多一点。文俊兄啊，不好意思啊，能谈谈感想吗？啥感想啊？我你就别装了，现在整个工体都流传你那段视频啊，你现在够火的呀。啥视频呢？不是，我得进去演出啊。哎，不好意思，文俊兄，我们经理有话说，你今年开始就不用来上班了。
凭什么呀？我演好好的，为什么不让我进呢？这不好意思，这个你们这，你大爷！哎，怎么他妈要在夜店找真爱？你小子玩女人学会的本事吧？我告诉你，小天冷静点。夜店没小姐，不好意思，你爱找小姐去妓院，去红龙区，你别在夜店耍流氓。其实大家都是老爷们儿，文俊哥我也懂。你去你的吧！你误会了，小宁。说话同步，你给我滚！别让我这本事看见你。哎，不好意思，这。不好意思，文俊兄，你今天就不用过来。你他妈啥时候能好意思？我去你的吧，小宁啊！不好意思，再见。别再喝了，你再这样，你会受不了。你怎么来了？这里不欢迎你。哟，劲儿还这么猛呢？今天我是来讨说法的。莉亚，那是你男朋友，喝完酒就强暴人。你是他女朋友，他后面的烂摊子是不是应该你收呀？我已经跟他分手了，没什么好说的了。你满意吗？你是当女神当傻了吧？我现在报警说丫要强奸我，加上我有视频证据，你们这些人证，你是没说法院会判他几年呀？我就知道你没那么容易罢手。说吧，怎么才能不告他？很简单，把你们女神禁区给我解散了。这包房多少钱？我包了，你们都要走，一个都不许留。我答应你。姐，你怎么能答应他呢？不愧是极品女神，那明天我就来接管女神禁区喽。妥了，我的女神。琳达姐，这次女神禁区是您的了，恭喜。什么他妈女神禁区，有情夜店无真爱，全他妈扯淡。哎，小俊，这次你功不可没，过两天介绍个妹子给你啊。最他妈可恨的是评委李文俊那个小子，跟他妈你上床还他妈拍到微视眼。你傻呀，那视频不是我，跟他上床做假戏的是我姐嘛。我操，你他妈唬我，脱了都没他妈干。那小子太不上道了，喝点酒就晕，药劲儿也没了，直接睡了。哎，小俊，回头你让那个通风的丫头思彤还有做假戏那妹妹都离开北京，一年之内都不能回来。放心吧，我办事。介绍大妹呢，就他妈算了。我他妈就是想。五分钟，能干就干，干不了就滚蛋。到位。我就想找一个真正能够满足我的男人，能够在床上给我幸福感的男人。我就想找一个凡事都能想在我前面的男人。我只是想找一个什么都能安排妥当，能把我的假唱听完还留在我身边的。谁说夜店无真爱？ KV 哥马强，凭什么我们三个就可以在夜店找到真爱？从小到大根本没有多少男人追过我，要么就是觉得我有男朋友，要么就觉得追不上我。大家都因为我的外表不敢追我，凭什么？真爱全他妈是扯淡。真爱扯淡扯淡。真的要走啊？我哥哥马上要来北京了，我也可以不做生意了。
相信会跟着我开酒吧。不用了，看见你们在一起真好，祝你们幸福。你要祝福我就别走了，我们好朋友嘛。哎，我们分别只是暂时的，我们只是陪莉亚出去散散心而已。去哪儿想好了吗？去广州，广州那边也有本色，我们的书房是不会就这么就解散的。广州是珠江边上的本色吗？等我们安顿好，那你们过去吧。为了这个屌丝，记得吧？我不知道，但我始终相信，夜店是有真爱的。真美，早知道早来这儿了。我还是觉得北京好，我觉得北京住得很舒服。莉亚姐，咱们什么时候回北京啊？其实你们不知道，莉亚姐早有计划。我就说嘛，不会那么简单的。你真的没有在等文俊吗？也是，毕竟文俊他只是个屌丝，不是什么男神。那如果他来找你，你会原谅他吗？全世界原谅他，我就原谅他。莉亚，我不会放弃的，我一定追到你。哎，这妞不错嘛，加油啊！我去，这么猛的料怎么不早拿出来？思彤，我良心过不去了。本来只是觉得带一个路，可是没有想到事情闹得这么大。这个视频除了我们有别人看吗？思彤，没有，这视频刚录的，没有几天。发给我，我去找文俊，这事得赶紧办。李文俊，李文俊，你给我出来！哎，小妞，我正要找你呢。你还知道找我呀你？我向你解释一下吗？我行了，别解释了，我都知道了。啊，哎呀，那你帮我联系莉亚呗，我想向她解释清白。好啊，找莉亚，我帮你。你的清白，哥们儿有证据。什么证据？你呀，还是个臭男的啊！我什么都没做。我去，我等我。都联系好了，找一个叫安妮的姐姐，广州本色很不错的。嗯。我突然不想去了。啊？我觉得他们一定不会原谅我的。哎，不会的，我都可以原谅你。莉亚他们知道事实真相之后，一定会帮助你的。我希望真的像你说那样。那好吧，我去。好，你准备的怎么样了呀？我一定会追回我的女神的。走吧，出发，加油。我去！我的天哪！我也太累了。
Marco 先生，我是阿宁，欢迎来到广州本色。梁子经理已经跟我说了，女神嘛，他们在这里很受欢迎。莉亚在哪儿？这里是广州本色女神禁区，到时候我会安排你们在这里见面。谢谢。我去，我刘烨那这么棒啊！这可比咱们那儿漂亮多了。你们两个再努力，别忘了正事儿。我既然告诉你了，全东体人关注着你，夜店真爱神话得靠你才能再成现实。我尽量吧。我比你还紧张好吗？你不是想一直认识导演吗？我可以把张鹏介绍给你。不要，小旭，你这什么意思呀？占我妹便宜？我一直想占阿旭你的便宜。你往哪儿喷呢？有点感冒。去那边玩去。姐，你真牛，这男人一愣一愣的。傻妹妹，这一切都是要有代价的。我一定会努力的，我要考上一个好大学，做一个女强人，就像你这样。然后呢？拍戏当明星啊，赚好多好多的钱。就你？你相信我，我真的可以的，不信你考考我。抖个三我看看。可以啊，张鹏最近比较忙。比较忙有面儿。看我条件多好，要脸蛋有脸蛋，要身材有身材。耶，我这样行吗？你这不是色是乐。快给我把衣服穿上。我怎么觉得他们没那么伤心呢？这女人啊，你是不会懂的。服务员，莉亚姐姐晚上好，我是本色的服务员，很高兴为你服务。请问今天晚上喝点什么水？随便吧。好的，请稍等。莉亚姐，对不起，这都是我的错。文俊是被冤枉的，他很无辜。哎，现在的天气跟我心情一样啊。其实莉亚还是挺在乎你的，只不过原谅是需要时间的，你要坚持住啊。嗯。文俊，当时我们误会你了。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挺你的，你要加油，加油！希望莉亚原谅我。但是想让有些人原谅你，是有难度的哦。难度？自己想吧。你可以原谅我吗？怎么才能原谅我？只要有心，没有什么事情是办不成的。你跟我们回去吧。好吧，既然你已经原谅我了，我跟你们回去。我回去会解决一切的。你原谅文俊了吗？其实我这次来广州是让琳达放松警惕的。前几天我已经让美环和丽文去调查他们的底了，娇爷和萱萱在北京也帮我监视他们的一举一动。其实文俊挺好的，我希望你们在一起。我觉得为了思彤的安全，我们还是要保密。啊，小俊，这就是你带我来吃的地儿呀？是啊，冻死我了！确定莉亚他们吃的是这个吗？老板，小俊，老板，告诉他你这叫什么名？我忘您小杨，九条会一点。这是确定是吃小妖吗？
是吃疯的吧？再给他烤十个去。行行。我还要吃馒头片，小天哥。加加加加，钱能解决的不是问题。再烤烤串，尝尝。吃，我不吃。处女座真难搞，真是。对了，正事儿。莉亚他们回来了。他们回来了，回来几个人呀？七个。不是去了八个人吗？司彤那个骚货，在那边认识个导演，不回来了。好，导演。姐，连司彤那样子都能找导演，我也要导演，我要拍戏，大明星。导演我认识，叫张鹏的，他特别好，别人都潜规则。你别在这瞎起话，你也是白痴。我跟妈把你养这么大，是给你喂导演的。说正事儿。接下来怎么办呢？我的女神。等。还是北京好啊。我迫不及待了都。你们能回来，太好了。自从你们走后，琳达和那几个小骚货和小俊狼狈为奸，把你们以前的好几个包厢搞得已经是乌烟瘴气。那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是我和我四个姐妹该怎么做？这件事你不用插手。Okay. 别忘了，我还没原谅你。好了，现在开始分配工作。这什么情况呀？张总、李总他们呢？大叔们都走了，我不知道他们去哪里了。你们怎么来了？我们怎么不能来？我真佩服你啊，亲妹妹都拉出来陪酒。小俊，小俊，哟，这不小辣妹吗？怎么着，今天马这么多人想干我吗？打架这种事儿呢，太俗了。如果我们愿意的话，我可以让工体的车一直堵到三元桥。不过今天呢，我只要小俊你跟我们走一趟，就什么事儿都没了。跟你们走，我干。我的兄弟也不干呢。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们出口酒吧老大。焦爷，别管你的社会背景有多硬，请跟我好好说话。我这个人不爱惹事儿，一旦有事儿了，那不叫事儿，那他妈叫新闻。你们没文化，太可怕了。你不是喜欢新闻吗？看看你的视频。操！如果要是我把这段视频给发到网上，你这夜场带男模的小俊哥可就火了。就五分钟啊，太短了吧？我跟你们走。好，乖，这就对了。极品女神，手段够辣的呀！彼此彼此，不都是你培养的吗？说吧，找我什么事儿？先串段视频再说吧。你他妈够阴的呀！骚货，臭婊子，你骂够了吗？说吧。你想怎么着？这视频我已经跟各大网站都打完招呼了，跟你一样，只要我一个电话，全网推广，免费的新媒体电影《邪恶女神与小俊哥的车震五分钟》，话题劲爆。算你狠，删了，我答应所有要求。这么痛快？我有的选吗？你是没得选。走吧，离开北京，离开本色，离开我和文俊的世界，再也不要打扰我们的生活。然后呢？没有然后了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凭我的人品啊。这事儿要是换成是你，你肯定是先发视频后威胁人吧。
和答应你。算了，我走了，拜拜。Linda， 你做过伤害我和文俊的事儿，这次我们就算扯平了。你再也不要觉得谁欠你的了，换种生活和活法吧。我们其实都不是女神。谁说夜店无真爱？不都跟他去广州了吗？干嘛跟我炫耀啊？田少，其实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一直以来你都在寻找自己的真爱而已。就这些，没别的事儿，我还忙着，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听我把话说完吧。其实你根本就不爱丽亚，如果你爱她，你怎么能看着丽娜这么欺负她呢？一直以来其实你根本就不爱丽亚，你爱的只有你自己，你希望所有人都围绕着你，以你为中心，达成目标以后再换下一个目标。莉亚只不过因为没有达成你的目标，所以你才围绕她，对吗？可以啊，小王子，来给我上课是吗？好，就算是。那怎么样，我生下来就这样，可能是因为我是狮子座吧，特别喜欢安排人家的一切。也只是莉亚她，我跟你说那么多废话干嘛呀？你们俩不都在一起了吗？放心，以后我也不会再打扰你们生活了。我们没有在一起，他没原谅我。他说，除非全世界原谅我。这么变态的话，就他说了出来。田少，其实我请你过来。是想请你帮帮我。帮你什么忙啊？你这是想？我想把头发长回来，还是原来的发型。干杯！真痛快。不费一兵一卒就赶走了琳达和她的邪恶女神帮。这次真的要感谢娇妍、萱萱还有梁子小姐，真的很感谢你们。我还要感谢你呢，不是你，我只是一个只会帮各个还债的机器。是你要明白，选择一份真爱没有那么难。我只能说，谢谢你，米娅姐。恭喜你们，恭喜恭喜，祝你们幸福。今天是开心的日子，忘掉不愉快。光顾着弄女神反击计划了，这段时间一直没有看到文俊啊。打他手机不接，不知道他怎么了。我也奇怪呢，难道他小子又低迷了？你们俩怎么了？我们俩以后不会再有什么事儿了。喂，什么事儿？说话，不说话我挂了。你在哪儿呢？我到了。你看，我来大门。莉亚姐，原谅你文俊吧。莉亚，请你原谅文俊吧。莉亚，原谅文俊吧。莉亚姐，原谅文俊吧。Hello， 莉亚，我是文俊的老板，原谅他吧，莉亚。莉亚，原谅我的老同学吧。不好意思，莉亚姐，原谅文俊吧。他自己不来跟我说，你来掺和什么呀？傻吗？
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这等你半天了。站好，别动啊。干嘛呀？这熟悉的天气留在深处的记忆，似乎那次我们相遇是缘分前世的累积，那曾经的旋律却不能再次响起，是否我们无法逃避早已注定的结局，而距离我们在不同轨迹，再多的努力也是背弃，在心底千万次的练习，千万次不停的温习，只怕已来不及，只是还没告诉你对不起，我看你泪流了几公里，只是我还没有鼓足勇气，还没告诉你对不起，我爱你，就算有一天脱离了身体，我依然这样的死心塌地。天气留在深处的记忆，似乎那次我们相遇是缘分前世的累积，那曾经的旋律却不能再次响起，是否我们无法逃避早已注定的结局，而距离我们在不同轨迹，再多的努力也是悲情，在心底千万次的练习，千万次不停的温习，只怕已来不及，只是还没有鼓足勇气，还没告诉你对不起，我爱你，就算有一天脱离了身体，我依然这样的死心塌地，我不能听信别人为我做好的安排，我知道现在的你他的
你是我的女神，永远都是你。我起不来全世界，但是今天我把我们认识的所有同学都请到了这里，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本次酒吧。我想当着大家的面再次向你表白，莉亚，我爱你，我想给你幸福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钱包中体大屏幕吗？田少他帮我的。田少，请你也能帮忙？其实他人不错，就是追错人了。那你呢？你追错了吗？我没有啊，我一直目标很明确啊，啊，勇往直前。终于填满了，填满了。嗯，假发就有意思。这样不太好吧？你说呢？感觉像做梦呢。可以吗？我都在这儿了，你说呢？给，一会儿用。也许我是个笨蛋，不懂怎么才能讨你喜欢。每个女孩都期盼成为童话中美丽动物。你们这帮小兔崽子也不好好打听打听教爷是谁？我没什么呀，就想见见你。还有孙子，我陪你去训练嘛。这是我们训练的地方。就是在去粉色的路上，我现在在长虹桥等车。